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正式开了。大叔，怎么回事？我一下子不看着你，怎么就爬上来了啊？是嗓子有毛病吗？怎么说话了？什么叫爬上来了？我这是正大光明的上来，是把这小猫哥临时有事儿交代给我了，让我在这里拉呱啊！我呸！他明明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他今天不来了，让我来主持。啊？让你主持？哎，不对不对，这我寻思寻思，小萌是不是故意挑拨咱师徒关系啊？他给你打电话，又给我打电话，是坏蛋。他肯定是让我主持，是吧？让你好好的在那打刺儿，是吧？你就好好的打刺儿就行了，你还非得抢我这个位置干什么呢？我站在你的角度说话，你还以强凌弱了、啊、你还倚老卖老了、啊、你还歧视女性了、啊、我到妇联告你去、啊、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上来就给我编了三宗罪，可了不得。你看这现在的女孩可了不得，不过要说我这徒弟还算不错的，你看下边这位女孩，哎呦，两年以前是离家出走，现在一直是音信全无，还没有回来。可是她娘想她想的，哎呦，是实在是心如刀绞啊，还是希望她的闺女能够赶快在新年的时候回来见她娘一面。这位姑娘名叫吴善梅，今年19岁，临沂苍山县大中村镇千一沟村人，两年前离家出走，至今未归。他过那里，在那里呢，他不出去干活的，光是上飞行干活的。他爸干嘛呢？就不上街的去的，他非想去。他一直到这就没回电话，要么来，要么来电话，要么那个，要么家来人。孩子，你在哪哈？你过得好不好呀？两年的时间，对于小吴的家人来说，那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。度日如年的吴家人从没放弃过对孩子的寻找，可每次都无功而返。就给他过一会上泰安那个去找的。到后来就挂上电话，就不再那个了，不再给回来就，不回电话了就。你找着他了吗？没有，他就没再见俺。寻找突然离家的小吴，让吴家人心力交瘁。可屋漏偏逢连阴雨，最近发生的另一件事儿，让大伙儿寻找小吴的心情更加迫切。多些提一多，那老家拖的一多，是手里这个脑瘤，脑瘤这是。这动手术，动手术呢，说的能最少能要不管你活3年，这那还不上，活了这是4年半了，这又复发了。医生给出的诊断是时日不多了，倘若上手术台，更怕连手术做不完就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能见闺女一面，成了眼下小吴妈妈最大的心愿。想着就回来，连力气没有，就交给。弥留之际的小吴妈妈心情如此迫切，可一个疑问始终缠绕着记者。小吴走得这么彻底，而且是一直音信全无，会不会他和家里有什么矛盾呢？有什么矛盾吗？没有，管什么事没有啊？管什么事没有啊？哎，矛盾是没一点没有啊？没什么矛盾，家里没什么矛盾。他的家里就叫小孩给带走的两个女孩一伙。既然和家里无怨也无仇，两年多不和家中联系，会不会有什么事情？可无论天大的事情，也希望小吴能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的这段日子。就想小孩才啊，有劲。就在这个路边，就在这哈一个街，是个黑街，太可怜了。因为太年轻啊，因为太年轻啊，小孩啊，那个大头的才19岁，和一条的事没办，你们可成天就整天就想这小丫头。好，再说一遍，吴善梅，临沂苍山县大中村镇千一沟村村民。不管是你本人也好，还是你的朋友也好，看到这条新闻啊，还是能够抓紧劝这个小吴赶快回家见母亲一面。过年了嘛，于情于理你也应该回家。再说你母亲现在有病在身，回去见她一面，你可能以后就没有这个遗憾了。再说了，你已经19岁了，也是成年人了。不管你当初是因为什么离家出走的，也不管你这个是什么原因，是吧？你现在还是能够抓紧时间回去看看母亲，别让父母那个地方留下什么遗憾，否则的话，到时候你会抱恨终生的。